现年33岁的韩国女神全智贤，自从七月底宣布怀有第一胎后，便将宣传新片《暗杀》的工作交给李正宰、何振宇等拍档，自己就专心养胎，只是偶尔拍拍广告。大家对全智贤的情况都相当关注。不知不觉，全智贤已经怀胎4个半月。日前，有韩国网民公开了野生捕获全智贤的照片，这也是全智贤首次被人拍到她孕后的私生活照。当时，全智贤戴着墨镜，穿着松身衣服，脚踏厚底凉鞋，推着手推车在超市闲逛。据目击网民表示，全智贤拒绝被拍，但可以看到她的腹部已经微微隆起。不过，照片中只有全智贤自己一人，目击网民也没有交代全智贤身边有没有亲友陪同。优酷全娱乐综合报道。现年33岁的韩国女神全智贤，自从七月底宣布怀有第一胎后，便将宣传新片《暗杀》的工作交给李正宰、何振宇等拍档，自己就专心养胎，只是偶尔拍拍广告。大家对全智贤的情况都相当关注。不知不觉，全智贤已经怀胎4个半月。日前，有韩国网民公开了野生捕获全智贤的照片，这也是全智贤首次被人拍到她孕后的私生活照。当时，全智贤戴着墨镜，穿着松身衣服，脚踏厚底凉鞋，推着手推车在超市闲逛。据目击网民表示，全智贤拒绝被拍，但可以看到她的腹部已经微微隆起。不过，照片中只有全智贤自己一人，目击网民也没有交代全智贤身边有没有亲友陪同。优酷全娱乐综合报道。